台北市公私立国民小学的卫生导师、护士和保健人员，是从今天上午9点起在西松国小参加研习。今天他们研习的内容包括了学童视力、听力以及学童口腔卫生等问题。对于学校中保健工作的实施方法，研习会中也请到了专家学者提出详细的说明。明天他们将继续研习有关环境卫生的保健工作。